Hello， 请问一下哈，我停在 Seven 啊，我上个厕所啊，我现在发动发不动嘞。对啊，发不起来，启动马达就扣背起来。你有遇过这种吗？你没过、哦，因为我想说上完厕所啊就要出发回台北了嘛。对啊，对啊，现在就卡住了。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低価格。就是啊，你讲我，我的我，没，我没伤你，我没伤你，好不好？没。这头家送我的，头家讲你买唔到衫，替我用的。他今日来到，今日你等下我的故乡啊。我过来去你的故乡啊。台中啊，台中。没有啊，那是第二吧？啊，第二。啊，第一耶。对，我今天还回去第一了。哦，是。哦，今天蛮不容易的，调好了。我今天要去看三台车。三台。对，今天去三台。那我们只有两个人。啊，也不一定会成功啊。如果都成功，就有四台车，我们两个是要怎么开会？一人开两台啊！你就开100公尺跑回来，再拍100公尺，开200嘛，再跑回来100，再拍200。这样拍出来我，你都一批都等于六块。分别分三个地方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宜兰市，还有圆山乡，还有一个比较远三星。三个地方都要去。我今天行程差不多满档，我们现在大概12:30嘛。对，我们等一下第一台，我们估的是大概1:30要到。家里有吃的吗？没有，我先找有没有车格了。对，车格比那个还重要。对，是吃的问题，是要车格。对，这是不良的示范呐，大家不要学了。都是泰山教坏我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咱来去宜山啊，宜兰宜山来去吃鱼丸米粉。哦，好啊。阿焕，你应该捌吃过。我无吃过。阿叔，好了，雇了第一台车啊，失败。第一台车什么车？啊，爱在供吗？就讲车型就好了。哦，X40啊。Volvo。对啊。我不供，我叉子不供准嘛，X40。好。因为太不方便露脸嘛，车也没办法拍，所以就是大概简略做一下。为什么会失败？价钱不够。他也没有说不够啊，他也说还要再考虑，跟老婆考虑一下。他不是怕老婆吗？尊重。车子状况如何？可以讲吗？车子状况还不错啦，2019年的，可是就是曾经有稍微被擦撞，他去公司有出险，然后换了一个叶子吧。对啊，旁边有考个漆这样，还有我有看到那么新的那一个疏忽也有损失就多了。好吧，那就下一台。加个量，2:10。那同加固啊嘞？你一回就固嘞，你唔知啊？哦，是哦。啊，我搁想要放尿啊！行行行，哎，食饭放尿啊！你也未食饭哦？好，大壮，没有顾到车，没有顾到车就可以吃饭，也是会肚子饿。阿吉，今日要食啥？宜兰宜山乡，你知道吗？宜山乡就是爱食这个鱼丸米粉。阿文，这次车停在哪？哦，这次我停在巷子里面，可以合格了吧？哦 ，OK， 没有。哎呀，这不能停了，红线我本来停这里，发现红线我赶快赶快移到里面去。去吃饭吧，走。这里是综合，综合一碗，他说这两袋，嗯，哇，对吧？那这一定爱尝一下的，一定要加啦，还要好吃。这就名了，在地有名。小胖妈的啦，你就知道有没有名次看看？一碗很 Q 啊，你要买那个回去煮都可以。我是。对啊。好香，一斤83，米粉一斤50。不拍不拍，我要你拍你拍，你继续拍，拍到我吃完。哎，蛮好吃的。没有没有，不能这样聊，没有好吃，你来试看看就知道。好，那就嘛。第二台，这个有动力的盖子啊，对吧？这个超香的。好，走。夏某，这什么车？2004年的 BMW， 型号是525，这一天的机160。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应该是啦，我没有记错了。
我没有在记那个，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厉害。没有，我要记我喜欢的而已，其他我都不记。我有选择性的。啊、他是 N 抛王吗 ？N 套件。N 套件呢、啊？有啊，小心啊，会被砸到。跑多少？感觉应该不多，因为方向蛮轻的，除非他重变过。90,000，对，应该这个看起来不错。还蛮新的。对啊。这个是贴的吗？还是原厂是这样？应该原厂都这样吧。今天估的这个都不好估啊，为什么？难度都很高。其实这种车啊，万一啊，你有发生事故啊，他们都做得很漂亮，他们试图让你看不出来，所以你要很小心。啊，买错了就错赛，是有风险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买错才有点点力，不需要这样吗？不需要这样啊，这真正的出事了啦，真正。而且吼，拢就歹看，像这 B N W 啊，压这个胶啊，其实都不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吗？因为它。你去买出来，它还是硬的。那你们要怎么看？遇到这种车，换老漆啊，所以就白换了。所以刚今天都是蛮硬的，像这个都考过漆，很明显，没有，对吧？上面是有漆，这边有没有？左右都有，对啊。我看到这里，你看，这老漆有尊贵啊。对啊，这要看的，新鲜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怎么了？眼睛管不高啊？啊，我这嘛是不高啊。对啊，我这就白换啊。啊，不高啊，你看嘛是嘛看老漆嘛。有啊。螺丝有转过啊？没有，看起来没有。好了，我看很快哈。看完了，看完了。对，巧克力脚了。巧克力脚，对吧？看得很快了，而且巧克力脚就很慢了。好，请出马，请出马，请泰山出马。我不行。感觉我本来就讲妹妹啊，啊，我想说今天就来纯粹来宜兰走一走就好了，哦、没想到这样碰意外就买到了，已估一台，还好成功一半。这台是525。对啊，也有高吗？也不高嘞，高阶 N Power。看起来他真的有在顾啦，嗯，还蛮滑的，啊，都停地下室啊。那他为什么要卖？换车？换车了、啊，他换整油一点的，他好像说 N 叉 U 叉忘记了，他跟我说，反正电车其实就对了。他有跟我说他想要换油嘛，然后我跟他说油耗以后就油耗。油耗不是问题，大 CC 数的是就是要油门要搭的。哎，这台也是3000的最近啊，对啊。好，走，出发。我就要一道，先回来去寄放，不然放在这里，然后他又开回去了。没有吧？钥匙，钥匙搞不好三把嘞。我要开这车。对啊，你也惊，我开看卖一下啦。那未使，紧搬卖掉，麦头去讲。哈，这里是什么？中继点啊。中继点，休息站是不是。屁的，我的车丢这边啊。哦，啊，这是哪位？是那个我们宜兰的合作厂商啊。是啊、哦，真是很久了啦。嗯，从那个还不会修车，真知道会就当师傅。对啊，刚才去那边我练啊，好要点位啊，好不用你弄完头。我想说赛五这边总共啊，还好了，还不错啊。然后总共的撞赛，这台爱自行吸收了，开启。还是慢了，现在几点？我受不了。4点了。4点差不多要过去啊！啊，我知啊，人家讲3斤加补肉。那我先看车好了啦。对啊，那我车先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回忆耶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南京的时候，我师傅就开这个，我现在是开这个手牌的。啊，回忆无价。对啊，回忆无价。这家没那么快。这已经相当有历史了。这把摩托扣钱嘛，没啥款。再扣的话，他要付给我，不是？啊，你们是换新车哦？因为我听你讲嘛，你说3月装还是什么时候嘛？3月中，如果没有卖掉就要折掉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像你讲的嘛，报废都是比较没彩了。好啊，没关系，等他过来啊。对啊，还是你可以决定的，赶快买，赶快跑。没办法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但就是等他来了，我想说你可以决定，那就赶快钱给你，我就赶快跑了。赶快跑是怎样？就变他捡回来了，没啦。没有啦，没有比我大。好可怜。嗯，我今年18岁。啊，你还对号嘞？哈，我气嗓的嘞。哈。哎，他有漏油。有啊，这点污哎，存在这世界那么久了。对。有啊，打广告。那是哪位？这边是米相的啊，我嘛不知道是做滴了，爱看
其实回去应该也没那么快啦，慢慢会整理啦。我们是因为就是一个舍不得啦，就一直修一直修，修到后面是因为我们那个一般的老师傅已经也快要不做了。他原本在大庆，后来他自己出来就是做工坊这样，他就一直在照顾这些老师。阿姨啊，退休就是等于都变孤儿了。我买回去卖阮师傅啊，哈，你可以留自己开。阮师傅现在五六十岁了呢，还活着吗？我你哪里讲？什么留言讲我的弟弟？我的弟弟，你乱讲。不是啊，对啊。你说你出来的时候五十几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那才开始没多久而已。我的设定是啊，五十岁就差不多了。那你剩没几年呢？对，我没关系，所以现在赶快。好了，那边我冲一台 BMW 你爽一下。你喜欢轨迹的。哎啦，我连轨道基本上轨迹位，还有可以看到的机会 啊, 啊, 啊！你那不回的不一样，对。如果上课的时候，你可以拍个照。对啊，我等一下帮你们合个照。就逃了、啊、好了，耶、yeah, ！柯比今天来我的故乡估车，哦，估了三台，一台说要考虑一下，今天买到两台、哦，最经典的是这一台了，这台是速八路，对，金美满手牌的，4WD。等一下开这一台应该慢慢开，因为还不熟悉啊。你看，毕竟它已经90到现在，哇！永远无人比，是我的双眼。来三十一户呀嘞，所以今天已估哈一台斯巴鲁，一台 BMW， 对，最少成功一半以上，欸、搞不好改天还可以来收那一台，也不一定。你说今天没成功的，对，不一定也会成功，那时候考虑嘛，考虑总是有机会嘛、欸。喜欢今天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哈，后面应该还有彩蛋，注意看就有了。还有什么彩蛋？啊，回去让你们看一下。Aiming closely at they neck. If you think I'm not a threat, I'm like, incorrect. Yeah, she called, I put her on blacklist. I call that options. They can support it, get dropped quick. They be my stock pick. I get some back in the cockpit. Turn the whole crowd to a mosh pit. I make it hit like a drop kick. Cause I got the key like a locksmith. Think I'm playing chess, I see a king, I'm at his neck. I'm three steps ahead of every move, now that's a check. Yes, they wanna know my secret, it's because I never slept. All my nightmares of me and 40, life's a wreck. 如果坏掉，你就用那个保险杆顶着我这样开啊，这样开回去，哎、好最好了。哎、欸，发不动，我看错下，有按锁吗？没有啊，不可能，它没换啦。彩蛋就是这个吧，彩蛋，那你换？不可能啊！我没干嘛，我就只拉起手刹车而已。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下，可不可以传教士？啊，我刚才有停起来，我怎么没坏？看启动马达坏掉，倒扣脸。我不知道他刚怎么发动的。我刚上去是我发的吗？好像是、欸。对啊，彩蛋来了。故意的吧？彩蛋的哦。一直转都转不动嘛，一直可以转嘛，就是也可以转那一只。啊，可以了。有一次不能发动哦，好好，拜拜。你故意的、哦？没有，我反而用那一只转不过去，那一只差了就转了。哦，你故意的、哦、是你故意要用彩蛋对不对？哪有，我自己吓死了。我想说，我可以不用开了，我坐我自己的车回去了。对，还蛮神奇的、哦。为什么？那有晶片钥匙哦。可能，可是应该不会啊，这我不晓得。好，我不要试了，发动就好了，哦、发动就好，不要再回去再试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吓死我了。不要再说彩蛋了，没彩蛋了，结束了。哇，今天超级屌，这引擎管就要做档了。对，真的很重。好，彩蛋，好，彩蛋结束了啊，拜拜。